安在人逢喜事儿精神爽，可是同场的陈奕迅就最近惹上了负面新闻。由于 Eason 和好友黄伟文因财失意，一张好好的演唱会专辑有成因为 Women 的作品版税收费过高，所以被逼砍掉13首歌曲，只剩下21首歌，搞得残缺不全。版权的问题就是我作为一个我自己唱片公司自己 label 的老板，少管这种事情，因为我只顾内容的事情，创作上的，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，但是我已经接受了，虽然我不同意，但是我接受。那个你争取的，争取过了，争取过了。有没有算上你们两个有一样？还好啊，没有，对，就知道大家清楚。我觉得做人最重要清楚啊，做人最紧要清楚啫，清楚就咩事咪得咯。其实你们是不用知道的，因为我觉得消费者只有两个，就是觉得这个 DVD 值得买，或者是不值得买。我觉得这个选择是交给你们的。那我当然希望，是大家还是会去帮衬去购买，但是我也不能强迫大家。